大家好，我是陈永仪，我在 Master Cheers。你有压力吗？让我换个方式问，你想要有压力吗？压力其实是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它，我们不可能存活到今天。压力是选择，其实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是有选择的，虽然选择的后果可能不尽如你意。压力跟情绪是我人生当中的两大最爱。其实我现在的工作也有两份主要工作，是在学校里面教书跟做研究，第二个是在光辉国际公司做亚太区的测评总监。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协助董事会跟公司去选高阶的主管。一般人比较认识我的是我曾经在西点军校帮助军校生训练他们战斗压力。希望在跟大家介绍了我这两位最好的朋友压力跟情绪之后，都能够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过最快乐的人生。我是陈永仪，我在 Master Cheers 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